随着大数据和计数机的发展，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实现超越，以惊人的速度被广泛应用在不同领域。而关于人工智能的威胁论亦都是从来未停止过。在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之下，未来人工智能将会怎样改变就业市场呢？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超越人类的控制呢？请收看今晚10点传媒对焦。